限速八十。前方经过事故多发地，这块事故多发地。对，连那个都不敢，一个同一个导航都听到了同样的警告。嘿，贵州也是整个。我们本来现在就是去贵州啊，我们不是去贵州的荔波小气口吗？要进入匝道要减速，提前让你预着减的一点。他出去了。哎呀，他不可能真去贵州，他一个柳州的出租车跑到这边河池来的已经可以了，还要去贵州，疯了吗？那就得担心人家是不是准备劫车了。为什么要找个出租车打车去外省？想做什么不正当生意是怎么着？